刘品言撇肩，请简讯展一年半恋情。嘿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是演员吗？才不是嘞，演员很胖，好不好？演员很胖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不胖，只是骨架大。有吗？不然慢跑鞋厂商怎么会邀你出席活动？多久没有谈恋爱？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？太模糊了吧？对啊，都没有被大家拍到啦。是这样吗？咱狗仔七月才在丰富大百货捕捉到你和高壮男的奸情哎、欸！他是我北京的朋友啦，真的是男的朋友，所以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认真看我们的那个那个 video 动新闻，我们俩离好远。那他有追过你吗？也没有追过你，没有哎、欸，可能我不是他的菜吧。那现在身边有其他的？现在没有。好，言下之意就是之前有喽。圈外人吧，对，再也不要跟圈内人谈恋爱了。大概一年以上，真的是相爱容易，相处是非常需要智慧。当讨论到要结婚，就会有好多的事情要考虑。上一段恋情有动过这个念头吗？有，我写了一篇很长的那个简讯，然后讲说我觉得。发现了有些问题，就是如果不是你可以改变的，那就是你可以改造的，那就是我要改变。我经纪人讲一下，真的就不是那个，我们拍到的那个，不是，他是来陪你聊情商的，也不是、欸，他就是朋友。苹果与浪赖、欸，你也很厉害，这样一年多都没有被拍过。Yeah， 报道。